就是没有道德，就是没有羞耻心。宫保鸡丁，清蒸鲈鱼，大家先来一份。小炒黄牛肉，喂，外送员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到了这个地址，千万不要走正门，你从那个后门，然后走那个安全梯上来，然后这个门禁呢，我替你打开了。哦，我就在这接你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您的外卖。谢谢。我的厨房是不是原封不动？如果不是要坐牢的话，真应该杀了你。白总监，那个饭马上就好。白总监，我自己来吧。白总监，你会做饭？我堂堂一个管理我们这些废物的总监，怎么可能不会做饭呢？是这个意思。哇，白总监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与我的厨房保持距离，安静。不相信一个没血没肉的人能做出什么美食来。当年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在中餐厅打工，边学边做，边做边学，悟性太高，越做越好，把厨师气跑了。没错，我哥平时可是不轻易下厨，今天要不是你来了，我都没机会一饱口福。那可不是，要是没点厨艺，怎么好意思做生鲜电商？林路东，好好反省自己。我吃完饭就好好反省自己。反省之后抓紧走。走？还有六个小时呢。什么六个小时？没什么，吃饭。